不好，这个这底下那个好，啊，这个好，对。就买那不点小棒那个。那你为啥要买不好的呀？知道？他旁边那家呼的就这个，我看了。告诉你一百遍，我说买那小棒的，小棒的。没告诉一百遍，没有，哪有一百遍？你就是干啥也不爱学那活的，这老大笨包米。什么笨包米？我爸比较注重经济实惠的，这个苞米绝对是最便宜的，满市场最便宜的，他买回来了。我就想，这苞米烀熟了，咱能不能吃？那咋不能吃呢？那你爹点火，火夫烧。太阳下去，咱好上山呢，看看有没有蘑菇啊？采蘑菇的小姑娘，穿裙子上去。这嘎有衣服裤子，有衣服裤子。瞧不起谁去？咱妈东西都在家老七天了。爸，你说实话，你这个是不是买的苞米是全市场最便宜的？都一样价，什么最便宜？那你就让人忽悠了。挺好的。不行，人那个哈，就那正儿八经的小年苞米就这么大。我就说一句，老年了。替我爸说一句话。谁替谁？我替他说一句话，那你买呀？啊、这个还挺好，也有好的、啊。有，看他买的不是一家的，分两家买的。他可能是看这家没几个了，我给你收了，便宜点啊。完了，对，那事他能干出来。他愿意给人收底儿、嗯。我爸善良。他对外人可善良了，你问他对我善良吗？咋不善良啊？天天让你吃的都不还嘴的。都是钉子，你都是装修那木头吧？嗯、慢点的。那种的啥呀？这个萝卜吗？我们锅里边烀着的苞米是我爸在市场买的，来看看我们家自己种的这苞米咋样。瞅这棒子大小啊，肯定是没熟，还得等。这个挺大的，扒开看看，没成，还得等。上边那些都是别人家种的，他们那个苞米长得比俺们的大。去看看。但瞅着家好像也没成，也都刚长出来的样子。看这个，刚长出来的样。苞米熟啦，我妈就喜欢吃这种开花的，这样的才黏糊呢。搁手啊！这玩意儿还有不烫啊？哎呀，过去我都是油锅，我都伸手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不行了！你不油锅都伸手吗？不行，我拿筷子。真香，苞米真香。你妈说我买的苞米不好。下周煮咱家那个啊。下周能吃了，现在就可以了。下周你像你现在去整，我刚刚都看了吧，那就能吃棒子。它嫩了，那个粒儿小。吃棒子不错，我小时候就那样的棒子哈。嗯。三队分的，分青棒子，扒开之后就连这个苞米棒子一起搁刀往下嘎，嘎完之后落水面了，这个里头皮都来顶。啊，才好吃呢。